了大家以及江爷爷的保护下，我顺利从韩国乘飞机回到我的家乡四川，我很开心。我也见到我的江爷爷了，非常温馨。我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我听见哥哥姐姐们热情地欢迎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我将入住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隔离检疫区，期待能见到你们，我爱你们哟。